那你今你现在是第几天没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龙。今天 This is 大学生来到政治大学，要来访问各位学生们，你们冬天一天都洗几次头呢？一天洗一次头啊，一次，就每天洗一次，两三天吧。一点五。嗨，特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怡蓉，银哈报本名哎。所以你头发那么长，洗的话不会很麻烦吗？还蛮麻烦的。那你冬天的时候多久洗一次头发？冬天差不多，差不多两天就洗一次吧。一天洗一次头啊？一次，就每天洗一次，两三天吧。一点五，大概两天。我每天都洗头。不知道，每天真的假的？两天，两三天洗一次，两三天。你一天，你每天都会洗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冬天不会因为很懒惰，然后就一个礼拜才？冬天偶尔两天洗一次。他刚说谎，他刚说谎。你每天都有洗吗？你为什么要骗人？为什么正大的妹子都很喜欢骗人？那你好，那你就是多久洗一次头？通常是一天每天洗一次啊，冷太冷就两天洗一次。确定，确定，啊，两天一次，好，没有在骗人，没有，没有在骗人，看看有没有要出门，如果隔天要出门的话就会洗，没有要出门就两天。那你最久的时候多久洗一次头？四天，两天，两三天洗一次，两三天，确定？对，有更久的吗？很少的是。你最久的时候是多久洗一次头？确定，不要骗人哦。四五天，差不多。越来越多，四五天。好，上线了，达标。差不多。那你今你现在是第几天没洗？三天。好，三天，确认无误。今天问到最高纪录是五天。哇，女的吗？哪里干？头不会出油，头不会出油啊！你话要讲清楚，我很害怕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分享以及订阅 Watch 的相关平台 ，Facebook 以及 YouTube 都有哦。下面可以留言更多你想知道的问题。下一集 This is 大学生，我们再见喽！下次想要去哪一间大学嘞？等你留言吧。